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essica， 欢迎收看本集的《想吃知多少》。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 Justin。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。今天我们的盲测节目呢，要来为大家来试喝的是健身前的饮品 Pre-Workouts， 这里面都含有大概150克以还有以上的咖啡因，所以不建议大家在家里的时候做这么多尝试，好不好？我们为大家牺牲安全。那今天就要来喝喝看，到底哪一个pre-workout 是我们觉得最好喝的。如果你是想要知道这里面营养成分是什么啊，到底什么比较适合你，欢迎要去 Justin 的频道，可以去看看里面的营养分析。好，开始吧。来，第一杯，干杯干杯，没有，真的没有啦，还蛮好喝的。对，它的颜色是淡粉红，喝起来像西瓜，喝起来甜甜的，但不会太甜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我蛮喜欢的。第一名，一号，直接第一名，一号，我们才一号，讲错了。第二杯，这杯很红，非常红。我来闻一下，加工的味道，酸酸的，很酸，超级酸，这个很像吃那个很酸的糖果，就是一含下去很多那个酸酸的快跑出来的那种糖果，是好喝，可是很酸，这其实这比例没有调对。被陷害了，其实里面是两瓢，我跟你讲，这一杯就两瓢。对，其实我们工作人员都不喜欢我们。是好喝，可是不能喝很多的那一种。没有错。OK， 好，有待考虑，谢谢。来下一杯，第三杯，我刚才送上来，无法。越来越红哎、欸，超级红。发生什么事？是越来越浓吗？还是其实是水彩？照得到颜色吗？这很红哎、欸。哇，而且这个味道，说不出来、欸，闻起来。又比上一杯又更人工的，又更加工的感觉。我觉得它介于第一杯跟第二杯中间，一点点酸又一点点甜。对，哎、欸、，Justin， 你嗨了吗？你看我手已经我完蛋了，我已经觉得差不多了。我其实我喜欢，这我喜欢，酸甜恰到好处，其实不错。第四杯，这个像血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很夸张的红。干杯，我随意。吸血鬼，我说真的，我完全不知道这怎么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是你 喝下去的时候有味道，然后两秒后，我忙味道都不见了。就是、你是喝太多杯了？没有没有，就是之前那个酸呢，它就这样一直很酸很酸，然后很甜，会一直很甜很甜，然后这喝下去，一开始有味道，然后两秒后就好像在喝水一样。就它不甜也不酸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第五杯，橘红色的，这个闻起来像那种室内芳香剂的味道。你这样谁想喝啊？你这样想谁想喝？有那种现在有插电的还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个柑橘类的吗？还是草莓？就是水果？不是，还是西瓜？我觉得有点像西瓜哎、欸，因为西瓜草莓哦，打在一起的味道，西瓜草莓颜色也蛮像的、啊。嗯，这感觉是一个蛮经典的牌子，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感觉今年我都喝不太出来它的味道。好，现在全部都喝完了，我们要来投票一下，哪一个是我们彼此最喜欢的？你呢？你喝完有什么感觉啊？就喝完这五杯，蛮嗨的。对啊，喝完我感觉手好像有点，好想笑。我说是你不开心也可以喝喝。我要。对，我喜欢酸一点的味道，因为我觉得训前嘛，所以训练前我就想要就是酸的会比较。刚好比较刺激到我的味蕾的感觉，对，所以我就想喝这种酸酸的东西，感觉比较提升。对，所以我第一名是二号，哦，这是 Muscle Farm 的 Combat。哦， Muscle Farm 也是有名的牌子，没错。OK，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偏酸的，或许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Justin 的最爱。我其实是喜欢甜，但又不会太甜的，所以我喜欢的是第一名，第一名，第一名，你喜欢就是第一名。我喜欢就不能第一名。一号，耶、yeah! ！真的是我最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其他的口味是算比较重，它是属于比较清淡一点的。我觉得啦，不会太酸，然后不会太甜。刚刚我们前面有五个 pre-workout 嘛，里面有三个是我带来的，对，我完全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味道，因为我每次吃的时候就是挖一匙到嘴里喝水，就这样，我完全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味道。你这样子有办法吸收吗？就很嗨啊，就很浓、oh. 很嗨。哦、oh, ，所以你是属于比较浓，我是喜欢稀释的。但要记得，如果你是像我这种做法的话，你运动没有喝完，
请一定要倒掉。哦，对，对，就是 pre-workout 不可以当饮料或水喝。你如果没有训练，就不用喝它。它不是加了果汁，对，它不是果汁，千万不能这样喝。OK， 所以偏酸偏甜，如果你跟我们一样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。我们想吃知多少，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